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克汉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《吞食天地三》放置版。那旭哥这里攻略分享这游戏的 T 零神角推荐的、非常优秀的武将必抽啊，还有这个全部礼包码以及详细的兑换教学2022最全礼包码。那可以拿到超过这个7200的元宝，以及差不多50抽啊开局。还这游戏的这个抽奖活动也会分享给大家，可以这个拿到差不多。总价值超过300000的奖励啊，可以来这个抽一下这个非常优秀的活动。好，那我们记得订阅一下旭哥的手游攻略频道，有各种最新的这个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都是独家最新的。那旭哥手游攻略有这个放置型 RPG 的攻略专区，这边有包含这个《吞食天地三》的各种放置型 RPG 的攻略。那我们就进入游戏了 ，Let's go。好，那旭哥来讲解一下这个游戏呢非常棒的这个活动啊，就是这个闯关抽奖。那这一次呢活动总价值有超过300000的奖品啊，那有这个 iPhone 啊，一些3C 产品、平板之类的非常多的好礼。那详细的方法呢，旭哥就教给大家吧。首先你必须要先绑定你的电话，那就是台湾的话就是886嘛，就是那个区码，然后后面就是你的手机，然后你就去这个验证你的号码就 OK 了。那旭哥已经绑定了。绑定之后，你每次参加这个就是闯关，就是这个主线的活动，有没有就可以拿到这个抽奖道具，然后可以拿到元宝。那旭哥就来领取一下，像比如说你把这个主线第一章破了之后，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抽奖券。那越多抽奖券，你的中奖几率就越高，还有这个元宝。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来多多领取这个奖励，然后就可以参加抽奖了，非常棒的这个活动。分享一下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兑换礼包码啦。来，这个礼包码的兑换教学攻略，首先点这个左上角的这个人头，点下来之后，我们点这个画面右下方的这个设定，设定之后，我们看到画面的左上方一个兑换码，在这个选择伺服器的下面，点进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输入了 FB， 然后这个 ONLY 大写的 FB， 然后后面 ONLY， 按确定。这样就可以兑换了。兑换到这个288元宝，然后20000的这个铜币，再加上这个300个武将升华丹以及300个金铁。然后之后再输入这个 LINE， 然后 ONLY。LINE ONLY 按确定，这个也是有288个元宝，然后20000铜币，再加上刚刚那些资源，再点这个兑换码，再输入这个 FBGP， 然后 ONLY FBGP 大写的，然后后面 ONLY 按确定，就可以拿到288个元宝，再加上这个灵魂化轴，288元宝再加灵魂化轴，再来输入这个 WKIND 按确定，就可以拿到888个元宝。哇，这个很赚，888个元宝超赚的。那接下一组这个大写的 P， 然后22MIPNESP75，P22MIPNESP75 按确认，这有288个元宝。再来下一组是大写的 Y5YP8MVTQ， 然后 DY8Y5YP8MVTQDY8 答案确定， Y5YP8 这个有666的元宝，也非常多啊，赚的赚的。最后一组 458T8FIJGBSD， 458T8FIJGBSD 最后一组，然后换这个就是也是288的元宝，所以都很多元宝啊。所以奖励都拿完的话，大概可以拿到7200多元宝，将近7300元宝，再加上背包里面呢有很多就是这、就是转蛋券，像这补将令啊，还有这个阵营补将令，以及这个灵魂化轴，所以差不多可以拿到差不多50抽左右吧，差不多50多抽。
应该是非常多的，非常多奖励。那我们来抽个手抽看看吧。第一抽，抽抽看。啊，这个很可爱啊！抽抽手抽，看会中哪一只武将？哦，吕布！哎，紫色的吕布，哇，太爽了！旭哥就是一开场就拿到吕布啦，手抽中吕布，哎，太爽了，真的爽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梯林神角的推荐。那首先，这个三国的非常鼎鼎大名的吕布一定要讲，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啊，三国的神将吕布。那旭哥也才刚抽到，蛮爽的。好，先讲一下这个技能，一骑当千，这个是属于爆发输出，然后又可以有着生存的技能。它会冲刺，然后造成这个附近的敌方呢有伤害，而且冲刺的期间有免疫控制的效果。而且练到满的话，还可以免疫自谋型敌军的伤害，而且必杀技可以造成伤害的 35% 会转化成自己的治疗，就可以边打边补血，非常优秀的这个技能组，一技当千。再来这个就是第二招技能组，被动的是 buff 的效果。那吕布生命越低的时候呢，这个攻击力提高越高，那最多可以提高这个 100% 的攻击力，还有25点的速度。那生命越低的时候可以额外提升25点速度，算是蛮优秀的。再来这个闻风丧胆，这个是简易的技能组 debuff。那吕布会发出怒吼，然后在这个附近的敌军会有这个受到伤害，最多可以提升到 50%， 而且还附带这个无法这个闪避的效果。练到满的话，再来这个天下无双，也是吕布的这个被动技能。那这套技能呢，很像那个英雄联盟的某位啊，就是他不会死啊，就是在这个期间里面。他受到致死的伤害的时候，在这个最多八秒以内还可以免疫所有伤害，而且不会死。这个非常优秀、非常强力的技能组，让吕布可以在前排啊，非常的坦啊，非常强力的一个角色。所以他是一个输出型，然后又蛮坦，然后各方面都很优秀，然后爆发力也很强的角色。所以旭哥很推荐这支梯林神角吕布啊，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。来讲一下这个最强的角色推荐啊，那这支霸王级别的恶魔八斗妖一定要推荐一下，也是非常可爱又非常强势，还是很优秀的这个群体技能。那首先它这个黑豆自爆队啊，是这个群攻的技能，有这个持续输出还有简易的效果。那这以自身的为中心，然后造成这个附近的敌人最多可以220%的这个伤害，并且点燃地面。那点燃地面会持续5秒，在这个点燃的地面上会持续受到伤害。那最多还会这个降低这个攻击力40%，非常优秀的技能组。这个群攻持续输出还有 debuff 这个简易的效果。好，这个黑豆血影就是也是有简易群攻还有这个爆发输出的效果。那可以使出这个巨大的这个幻影，对所有敌军啊造成最多180%的伤害，非常优秀的群攻技能。然后只要敌军3秒内就无法使用必杀技。然后每当友军使用必杀技的话，敌军还可以在不能使用必杀技2秒。所以这个技能组是非常优秀，有群攻啊，有一些妨碍的一些效果，然后不能使用必杀技。在这个黑豆迷惑是这个控制还有这个爆发输出的这个技能组。恶魔八斗妖呢，他使用这个邪气控制一名这个距离自己最远的敌人，再让不能攻击这样，而且还会持续向自己移动，然后走到前面的话，对敌方造成这个最多50%的伤害，还有这个220%的这个两段式的攻击伤害，而且被攻击的话，他还会造成这个他降低他攻击力，持续5秒，非常好用的技能。那最后一个技能组黑豆兴奋剂是被动技能，那这招是 buff 的技能。在战斗中呢，只要这个恶魔八斗妖存活的话呢，所有友军啊都会被强化，每3秒就可以最多获得50点怒气，非常强势的这个被动技能。而且他这个死亡之后还有效啊，这个是真的是神角一个，但效果会降低30%，但是还是非常优秀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分享这游戏的这个最全的礼包嘛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，这个最强的这个武将推荐。最强角色推荐，最强武将推荐，那非常优秀的恶魔八斗妖推荐给大家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啊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。那我们下一期见。